是不是这道啊？哎，要去访问啦，哦。总统最近吼，蔡总统的民调吼，有小可低一撮啦，啊，你安怎看？哪有样紧？爱去爱去爱落啦，爱爬起来啦，对不对？16%尔尔，小可啦。哎，即马要去做的代志遐尼济啊，哦，看伊奋斗啊，即个代志来解决嘛，对不对？哦。总统，因南海仲裁啊，讲咱太平岛50岛啦，吼，太平岛50岛啊，你变安怎看？即个？啊，迄就是岛啊，本来就是岛啊。迄就去到迄个总裁吼，大家去讨论啊，应该台湾的经营吼，调到互伊了解啦，对不对？可能不清楚嘛，吼、哦。总统，你万一通过迄不当党产的这个条例吼，你安怎看这个？啊，我看这应该嘛，国民党长久的这个东山啊，这样子做啊，啊实在。一个民主社会，一个公共性啊，这样子的财产的吼，应该过去1945年吼了后的，党啊，这财产的，有诶无正当的所在真多嘛，这应该就是五六百岁嘛，吼，啊，这要安怎来行？这着看民进党诶，即马这个政府吼，立法院解决要安怎来处理吼，我看。真重要，啊，真需要去做的。哦，但是讲国民党李慧公吼，你伫个做工，啊，开工资，但是你开上多。我上多，我赚上多，即久啊，但是，吼，我甲你讲，我做了解是，讲个，我要移交的是8000几个吼，哦，啊，即卖呢，剩到阿公是拢我过钱安怎？无啦，无迄个代志啦。我呢，国家的钱，国民党虽然是国民党，即为了国家呢吼，即、這个经济方面啦，还是讲有发生什么代志的时呢，免不了有开支即个代志啦。即对中国的社会无什么歹影响，对。啊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